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晚上呢，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是我主持的《今夜很震惊》节目。很荣幸呢，请到老朋友啊，民运老前辈魏金生先生和这个黄春平女士。先请我们嘉宾将两位，先请我们导播将两位嘉宾请进来。啊，魏先生你好啊。哎，你好，你好，哎，你好。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魏金生先生呢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那个当然也是魏金生基金会的负责人啊。黄之平呢是魏金生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这两位嘉宾呢都曾经上过我的《明镜编辑部》节目。那么今天魏金生呢上那个《今夜很震惊》呢是第一次。我们都知道最近，魏先生在好几个重要的这个美国国务卿的演讲会现身，而且呢，在这两次会议上呢，对魏金生都有特别专门的一个介绍。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主要是听魏金生先生来讲讲他参加这两次会议的经历，然后呢，根据他到美国这些年的个人经历来谈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最后呢有一点时间呢让那个魏金生先生回答大家的问题。在这个节目的中间呢，看看魏先生他愿意回答大家问题，大家可以插进去问题啊。那么黄志平先生呢，有时候要对魏金生讲一些问题呢做一些补充那么就是这样。那么我现在先请魏金生能不能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在费城一个是在加州，你两次会议都是在场的嘉宾，而且呢，这个蓬佩奥先生史无前例的两个会议上都对你进行了一个介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在费城的会议呢，叫做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组织，叫做不可剥夺的委员会，不可剥夺权利的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专门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权的，为了把这个人权这个概念说得更准确一点，叫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委员会。这样，他成立1周年的一个会，来宾很多，然后那个蓬佩奥在会上做了讲演。讲演的，当然就是讲的怎么关心人权啊，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啊，这些我们都大家都知道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要特别关心人权了，现在是关心人权要超过经济了。我刚刚看到一个民意调查数据，就是超过1/4的美国人认为关心人权要超过关心经济。哪怕关心人权呢，经济会受到损失，也应该优先关心人权。所以，我就国务卿召开的那个会议呢，做那个讲演，宣布美国正式宣布美国政府这个人权政策呢，是个非常适合现在美国民众想法，而且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在这个会议上讲演里边呢，蓬佩奥先生多次抨击中共的那个独裁暴政，就是特别讲到这共产党的这个暴政，是大家都不能容忍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这个争取自己的人权，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这么做，所以这个讲演呢，当然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23号在这个洛杉矶这次的讲演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吧，是一个政策宣示。这个洛杉矶讲演里头的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内容呢，第一就是把这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个就是又重申了美国坚决，美国就是会支持，中国这个人民抗击抗反抗暴政的这个反抗独裁专制的这个斗争，而且是呢，支持中国人民，而不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当然，他没说中国政府啊，说是中国共产党。这点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把我和王丹请到那儿，让我们站起来让大家致敬呢，
包括在费城也是专门花了几分钟时间介绍我，然后呢，让大家写了致敬，其实也是一种表态，就表示美国政府现在很重视中国的人权了，很重视就支持这些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人，这两个信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嗯，这个费城那个会议上，华人就是你一个人去。啊、还是有别的人，嗯，就我一个人。好，那么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有几个华人在场呢？尼克松图书馆这个来了不少，不少，至少邀请的嘉宾吧是八个人。会后呢，就是讲演之后呢，特意到那个会议厅里头和我们八个人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很深入的座谈。嗯。在座谈里头，一开始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也实际上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这几天以来，我观察，不是我们关心，大家都很关心，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新政策很好，但是能不能持续下去？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疑虑，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美国政府有的过去这几十年来很多的政府呢，你比如克林顿政府啊，奥巴马政府啊。经常包括小布什政府，他们经常是，说了一些话，但是并不一定做，实行一个政策，很快又要改变，所以说这次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就问这个政策能不能持续，蓬佩奥做了非常详细的，从各个角度做了详细的讲解，就是说这个证明这个政策是可以持续下去，要点呢主要是第一，这个政策是不是。首先是这个政策呢，是在美国人民普遍，认识到中共暴政不但要不但是压迫中国人民，现在也要向全世界扩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中国的共产党暴政呢，共产党可能要改变我们。这点呢，很多的美国人，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可能3%以上的美国人都认识到这点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有群众基础。这个新的政策，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政策不是个别人想一想制造出来的，而是呢好几个主要的部门在一起共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制定出来的，而且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两党支持的，两党都是得到了大多数两党的议员的支持，也包括两党的群众都支持这个政策，所以说这个政策呢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且。他特意强调说这个政策要维持几十年，意思就是说只要做中国还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暴政呢，那么这个政策会一直维持下去，维持几十年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在一起会谈呢成果也是非常好的，解答了大家很多疑问。这八个人你能给介绍一下都是哪八个人吗？我和我的助手黄翠英，因为他规定每一个人可以再带一个人，所以他实际上邀请了四个人，我王丹，林培瑞和宋永义四个人，当然我这边的助手，我带的助手王丹也是带的助手，林培瑞和宋永义呢带的是夫人，是这样，夫人林培瑞的夫人就是同意了。你也很熟的，认为是校友，他不是在北京都很熟的，认为是校友。然后那个对，还有宋毅的太太也去了。对，宋教授我们也熟，对啊。对，很高兴你们四位啊有机会见证这样一个时刻。那么我的感觉啊，在美国的这个官方如此重要的场合啊，请您参加啊，当然您是这个应该说中国人在美国里面的 VIP 啊。参加这种场合好像我看报道不多啊，对呀、啊，你觉得这是比较罕见的吗？在过去呢，由于这个过去的好几届政府，始终把对中国的贸易看得非常重，他们认为我们关心中国的人权，这是他们正式观点，反复阐述观点，就是我们关心中国的人权，要推动中国的自由和民主，那就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一个原因呢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高兴，如果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呢，那么中国共产党不高兴，影响他们的生意，
所以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游说国会，游说白宫，让他们不要去这个关心中国的人权，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跟中国做生意上面。所以在前面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头，可以说美国政府呢不能说不尽忠我们，但是呢尽可能躲着我们，不要跟我们打交道，免得给他们 出难题、我说这个不是我这么形容啊，就是他们在内部有很多人就这么说啊，说我是给他们制造麻烦的制造者，我们关心人权，关心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影响他们的生意了，我们给等于我们给他找麻烦了，所以他们一致排斥我们。他们曾经跟我说你们参加活动，你能不能把魏金生这三个名字给去掉啊？这样子的话，否则的话，他说的你影响我们在中国的所有项目。所以这就是看出魏金生这个名字有多么可怕，因为这照理说是做一系列的民主自由的项目，可是呢，他们在中国如果没有魏金生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开展他们所想做的这一系列工作，可是就因为有魏金生，所以他们说我们这个你造成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没法在中国做下去，你看这个严重性吧。这个这次或者上一次这两次这个重要的这个演讲，他请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条件啊，一些先前的酝酿啊，讨论啊，打什么招呼啊，这些东西的啊？没有，他就是这个余茂春对我们说啊，就是说国务卿能请到你感到非常荣幸，所以你一定要来，意思就是说也得给国务卿一个面子，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加州这次本来我们开始是不太想去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躲避那个瘟疫嘛，躲避武汉肺炎，坐飞机大家认为就是那种很容易被传染，我们有点犹豫，所以茂春跟我们说国务卿其实感到非常荣幸啊，非常需要得到你们的支持，那我说那既然人家在支持我们中国的民主自由，那我们当然也要去支持他们嘛，坐飞机坐飞机嘛，没有关系。这个余茂春教授这一次等于是他在之前先跟你有沟通，那当然他得先问我愿意不愿意来。后来在加州他也去了吗？当然两次他都在。对啊，他这个现在是中国内外啊都很关注的人物，他的学校把他的状元的名字都给据说都给抠掉了。他的学他那个中学，他曾经是他们那个中学高考的文科状元，有个石头刻的大的光荣榜，那下把他啊，前几天有个新闻，就是他们学校已经把他那个名字从上面给铲下来了，一个石头的光荣榜上铲下来了。这个对他有什么压力吗？你觉得？想可能他不在乎吧，他不在乎，好几十年了，对不对？在这边安家落后了，而且现在是美国政府、欧院的重要官员嘛。我觉得魏先生啊，今天请你来讲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呢，我觉得你啊是中美关系的啊，你的待遇，你在美国的这个曝光率等等，是应该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啊，非常重要。我印象很深刻的，当年我们俩在北京啊，你没出来以前，我们在北京就见过。后来你来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然后有一次我去哥大啊，你要去演讲，然后。是之前演讲，然后我看电线杆上都是你的那个标语啊，你的名字啊，魏金生之类的，啊，我想魏金生那时候非常非常热，然后突然有一阵子的你就好像吸引了啊，就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看不到了啊，就是有点在政治上也处于这个啊，弄得好像弄到边缘去了，但是我不断看见你在欧洲啊，在各个地方啊进行各种各样的演说，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政坛里头，好像你很少。在中间位置这个地带啊，能够讲话，我这个感觉对吗？你这感觉是对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因为我刚一来，其实大企业包括克林顿的内阁、白宫里的官员也都企图对我施加压力，也想探听我的口气，就是他们要放弃跟中国的人权的这个。东西包括64以后对中国的惩罚，他们为了在中国做生意呢，想把中国的民主自由这个事儿放在一边儿，
当然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态度也非常强硬。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不光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官方啊比较敏感的，就是要边缘化我了，对不对？不要跟我打交道，甚至一些所谓很关心人权的这些教授们也在说啊，他跟美国的主流不合。这个说法也对，因为当时的美国的主流是这些大企业占了主流，他们的说法在国会在任何这个政治场景都是他们在占主流。那么我当然是跟他们是反对的，包括反对他们给中国永久最后国待遇。当然现在美国人醒悟过来，觉得那是个巨大的错误，美国吃亏了。可是当时他们一般的美国政治家认识没那么深刻，再加上这些大企业施加压力，所以最终还是给了中国这个永久最后国待遇和这个 WTO。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很深刻的很有意识下意识的就排斥我。甚至哥伦比亚大学我刚来的时候，他们是抢着要把我请到那儿，什么条件都答应，而且我是那个大楼里唯一被准许抽烟的人，因为都知道我烟瘾大。对对对对。结果后来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校董们也是不高兴了，给校方施加压力，所以校方请求我能不能把办公室搬走。这样我才把办公室从哥伦比亚大学搬出来。所以说这个美国这个大企业的影响力非常大，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取这个超额的利润，所以他们跟共产党就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在替共产党游说美国的政治。那么这可能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共产党他不是去联合，像他们说的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现在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支持共产党，在反对西方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不光反对在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且也逐渐在侵蚀在腐蚀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这样现象嘛，包括收买啊，这种各个国际组织都被收买啊，这里的小笑话多了，咱们时间有限不讲这些笑话，就是我们直接面对碰到了很多被中共收买的这些官员，他们也不忌讳，就直接讲出来。因为拿了共产党钱，所以我们在国际组织里投票就是要投给中国政府，就是也就是投给中国共产党。所以在这个前面这个20年这个形势对我们中国人非常不利的形势下呢，我坚持我的立场，我坚持不改口，而且坚持到处说话，讲演啊等等，包括做一些广播节目，写文章什么的，所以呢被边缘化是很正常的。现在美国政策彻底翻过来了，所以呢从蓬佩奥他们这个从川普政府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需要我们站到台面上来支持美国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颠覆了尼克松以来的那种向中国摇橄榄枝跟中国共产党勾勾搭搭的那种政策，改变了那种政策。那么我们也需要我们这些人，我啊王丹啊等等这些朋友站到台面上来表示，或者做标志性的说明，证明美国政府现在有决心的坚决的要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坚决要改变中国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个暴政。那么可不可以说你来美国这些年的经历分成三个阶段？刚开始是热情的接待哈，热烈欢迎啊，甚至于就是无条件答应要什么给什么啊。待会儿我会问啊，你会不会他们有没有在经济上支持？很多人关注像你这样的知名人物，美国政府有没有在经济上支持过你啊，让你这个生活上啊或者这个事业上能做些事啊？这是一段在这个阶段的情况。第二阶段呢，你被冷落啊，到现在第三阶段呢，你被热捧起来了，又被热捧了，可不可以这么大概这个三个阶段？你说的很准确，很准确。你说实在，你是知情人，你这过程你都在旁边看着呢。刚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热情啊，好几个大学，哈佛、耶鲁的，哥伦比亚几个大学，伯克利什么的都在抢。当然最后我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答应条件很优惠，免费的住房。然后楼上的高级餐厅免费签单吃饭，然后在
不需要我对学校负就是任何义务，不讲课，也可以越高兴也可以讲课，就是我没有义务给他们做任何那个，但是给我一个办公室，而且这个办公室是整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楼里唯一准许抽烟的办公室。当时非常热烈，而且呢，在这个第二年就是98年了，因为我97年底来的嘛，98年底的时候，就98年的时候呢，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还给我一个很高的荣誉，说，最唯一的最受尊敬的校友，开了一个很大的party 吧，酒会，然后大家宣布这个，大家一同赞扬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是很热情的。但是我从我对这个，跟这个美国的很多政治家一起进行，在99年开始进行这个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场斗争的时候，从这开始，各个方面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哥伦比亚大学也请求我能不能离开那个地方，等等，这各种事情上出现了。而且呢，说实话，美国政府没有给我们什么太多的钱，只是在国会议员的强大的压力之下 ，NED 呢给我们一笔仅仅够维持办公室的这么一笔钱，当然一直维持到现在20多年了，不到20年啊 ，NED 给我们钱不到20年嘛，哦，所以这也能够应该算是支持吧，但是这是在国会议员的强大的压力。NED 开始还不想给我们钱的，他们名义上是每年几千万美元是支持中国民主的，但是不愿意给我钱，什么人都可以拿到钱，咱们都不知道的人，但是他不愿意支持这个魏京生基金会。当然我们还甚至都不能说是海外联席会议了，他们说那是更不能支持了，所以共产党的这个影响力通过这些大企业对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很强的渗透，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既然反对共产党，那当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这么多年来我就接受这个现实。这个次平，你坐在边上啊，你坐在边上，你都听到他说了，老魏说的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做个见证啊？对啊，就是你比方说这个可以说 NED 的钱这个本来他们美国国务院也好 ,NED 也好，这都是国会拨款。那么是说起来每年是有几千万的钱啊，我知道有的人在国内就是拿很多钱啊，几十万都如此。我们是每年几万到什么程度，说老实话，我经常跟老魏说，我说要不是为了维持你的项目，我的工资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那么我的话，我说我觉得仅仅是为了维持能够让基金会存在下去，能够有这么一个办公室，能够跟外界保持协调。我们基金会包括海外联席会，大家都是义务的工作，包括我本人也是义务的工作，没有从这个拿那个拿工资，但是呢。这么一小笔钱，每年4-5万美元呢？没有，3万多万，仅仅维持一个办公室的日常开销，包括我们经常出外的这个旅行费用啊等等，很紧，这钱很紧，有的时候甚至要我们自己花钱买机票。所以而且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条款嘛，诸如此类，你要遵守诸如此类，但是呢。他没有，我们是没有工资，就仅仅是一些活动费用，能够维持办公室而已。所以在这点意义上呢，就是说，是因为有非常支持民主自由的这个国会议员非常支持推动造成的。所以呢，这一点，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尽管在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呢坚持基本的这个底线，最基本的这个人权啊、自由的这个原则。那么他们呢，认为，魏京生实际上他们实际上就当着负责人这么说：“说魏京生你不支持，你还支持谁呀？”
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呢，我就是觉得，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因为支持我们，事实上受到了共产党的打压，因为你也知道，共产党的渗透是现在非常严重，渗透到程度呢，就说渗透到这个一些国会议员，他当然理论上这些钱你是没有办法，说给钱或者不给钱，但是他通过生意界，business， 你有一些这个 donation 啊，诸如此类的，他通过这些他来控制这些国会议员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是使得很多这个竞选的官员总是担心他们竞选经费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有一些国会议员到最后也是弄得非常累，跟我们说这个可能网速有点问题啊，那个导播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嘉宾退出去再登录一次？好吧，嗯。刚开始的速度还可以，但是节目进行之中之后发现网速有点慢，嗯。现在可能是掉下去了。对，嗯，咱们这个等他们那个再爬上来，嗯，掉下去正好让他再爬一次，嗯。有一些新来的啊，可能啊，我们节目开始时间不长啊，20多分钟。那个不好意思，我那个慈平啊，你和慈平啊，你退出去，你再登录一下，可能速度会回来。好吧，换一个，好好好。对，你再换一个，对，嗯。嗯，好。嗯。Bunny，Bunny， can I use your cell phone？ 你的那个房间里的别的人呢，尽量也别使用你的网络，可能会让你的速度快一些，嗯。嗯，那个各位观众啊，今天我是邀请啊，这个魏金生先生啊和黄志平女士两位嘉宾介绍呢，最近一次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图书馆那个演讲啊，这里面的一些啊故事以及啊这个故事的发生的一些背景，那主要是从魏金生先生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的那个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变化啊。Difficult. Try to close the windows. I don't know where is that. 嗯，和慈平呢，你可以让你们家里使用这个网络的人暂时。哦，我打。嗯，让他们暂时别跟你分享这个网络资源。嗯。啊，没有，I couldn't find where is the where can you tell where is the Where's the Zoom? Which one's Zoom? Don't find Zoom. All right, okay. No, it's not. Yeah, okay. You know the password for this? Yeah, it's right there. It's an issue. Oh, it's already connected. Yeah, okay.看行吗？现在行吗？啊，现在速度，现在至少话可以很清楚了。嗯。OK， 好，那就行。嗯。不好意思。嗯，好，这个刚听得见吗？啊，听到了，对，嗯。我给电视上电。导播再给他们做一下这个画面调整，对，嗯。就是别的人呢，尽量的在这个时段少用你们的分享你们的网络，可能稍微好一点。嗯，就突然掉下去了。所以刚才魏金生先生和黄志平女士呢，谈到了这个魏金生来美国这么一个著名人士来美国之后，
啊，究竟美国这边啊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前两年魏金生先生大病了一场啊，当时视频也在网络上啊跟大家说大家魏金生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大家在问怎么魏金生先生怎么来美国连个医疗保险都买不起，这是一种真实的情况吗？是个哥伦比亚大学，我刚去的时候，当然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白宫就是克林顿的是让我在这个福特医院住着，医疗费全是白宫出的，当然后来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疗保险上，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请我离开，我就搬到华盛顿来了，搬到 DC 来了。这样他们就把我的那个医疗保险给取消了，所以很多年我都一直没有医疗保险。Okay. 只是前几年我大病一场的时候，对啊，医院方面提醒我们说应该登记一个医疗保险。当然我治病的时候那些钱也是有些朋友帮着忙的，医院给免掉了。是这种情况。现在这个身体恢复的应该不错吧？现在当然有老年医疗保险了，因为我岁数已经过了嘛，所以有老年医疗保险了。身体还可以，身体是最近这个大病一场之后，每年恢复了好几年了，现在身体还是不错的，除了这个腿不太好，腿的血液循环有点差，其他部分都很好。这个好，谢谢这个对刚才一些介绍，我们的一些网友啊，我们一些观众啊，跟你比较关心老魏这些年在美国的经济啊，事业啊，身体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讲那个故事性的东西多一些啊，现在我们开始回到关于一些问题的一些讨论啊。那么我注意到魏金生先生，你在这一次参加了尼克松图书馆这一次演讲之后呢，你有一个观点啊，你就是说从这个蓬佩奥的演讲中呢，和您王丹等人被邀请啊这些事件，你认为就是美国现在承认中国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了啊？为什么现在开始承认了？你觉得原来没有承认吗？现在是承认了吗？所以我想问你这个问题。承认当然是一直都这个不好说什么叫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美国注册的存在了，也可以说就承认了。但是呢，过去这十几年呢，他们一直对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很冷淡，再加上这那个很多的特务在这中间破坏啊，等等等等，搞一些舆论上的这个抹黑运动啊，等等，所以大家也看到了，中国十几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呢一直是处在低潮状态，就是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就是低潮状态。现在呢，就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两次讲话，可以说是很明确的说要支持这些反抗暴政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式的要支持，怎么支持我们下边可以慢慢的看着慢慢的谈着，但是呢这个态度跟前面十几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态度比较暧昧，没有说反对你，也让你在这注册了，甚至给你一小笔的资金，但是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支持，可以这么说吧，甚至呢尽量的把你边缘化，虽然很多的国会议员是很支持民主的，跟我们一直在打着交道啊，一直在国会组织一些活动啊等等，或者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呢从主流或者大部分的这国会也好，是白宫也好，是尽可能躲着我们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候简单的直白的说，就是他们那时候不去支持你，不反对你，但是也不支持你。现在态度是完全转变，就是说要支持了。那么我们当然很多中国人就非常振奋嘛，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这个表态呢，我想对国内那些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朋友们，包括香港的朋友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精神上的鼓励。我们也知道公开演讲之后呢，私下里有一个跟你们内部的一个座谈啊，那么你有没有在这里面谈到了一些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想法啊、建议啊，甚至于你跟蓬佩奥先生在这方面的有一些讨论啊、交流啊，这方面的信息有吗？具体怎么支持呢？我想在那个
有限的时间里头就没有讨论到了。我们主要讨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你刚才你介绍过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能不能持续下去的问题。包括这个怎么样跟共产党对抗。我个人呢提醒那个冯彪，就是说实际上除了在那个外交系统，中共有很多的特务，实际上不光在外交科技啊，这两个系统有很多的那个特务，而且在新闻界，在文化界，甚至在美国的这些媒体和大学智库等等里头，都是被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在新闻界和文化界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文化间谍，所以要跟中要减弱中国这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影响，包括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呢，那么采取一些对等措施，新闻除了外交上以外，新闻界、文化界等等都应包括学术界都应该有一种对等的措施，避免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给美国人洗脑。他现在不光给中国人洗脑，还要给美国人洗脑了。这个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提醒他注意这以后应该下一步应该在这些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这个好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最近的这个演讲中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大范围的这个间谍的问题，这也是你的一个建议。那么在你的这个心目中你估计根据你这些年来在美国从事民主运动和跟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这个联系的这些情况来看，你觉得最需要的都是哪一些方面的支持你觉得美国如果美国要支持的话，你觉得最需要的哪些方面的支持？你刚才提问题的时候停了一下，最后一句话。对啊，我就说就是说既然他们要支持中国民主运动，那么您呢又在美国从事了这么长的中国民主运动，你应该有切身的体会哪一些方面确实需要支持那么你觉得在你感受深切的那些地方他们会支持吗？首先当然最重要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从精神上从那个态度上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么对国内的老百姓反抗暴政的时候，他们会增强他们的信心，这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包括海外这些朋友，你美国政府冷淡我们，大家慢慢也就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有很多朋友慢慢丧失信心，就回家过日子去了。国内的很多朋友也是感到非常焦虑，他们经常来找我，你为什么不去找美国政府说一说？他们并不了解海外这个具体的情况，不了解这个大企业收买政治家造成这种对我们的这个不利的形势，他们并不理解，但是他们很焦虑，他们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干预，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人权问题的这个压力，对他们的生存和他们的活动都是非常直接的支持。我跟蓬佩奥也讲到了这点，我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这个关注，对中国国内这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呢，是一种很强的保护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这个很多朋友也提到，应该让他们在财政上给更多的支持，因为这个一个民主运动，你总得有很多人在工作，那么这些工作的人也得吃饭，所以没有资金支持呢，也就没有人工作。无形中就消减了我们这个海外民主运动的影响力。实际上这20多年来，我很清楚地看到中共采取一切方法切断我们的财路。有刚开始的那几年呢，有些大企业啊还对我们有捐款，但是很快他们就受到了共产党的这个惩罚，让他们丢掉了中国的市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哪怕这些大企业他自己有这个有良心，但是他也不敢再对海外民运在财政上有所支持。那么从这个财政上困死我们海外民运，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产党很成功的一个做法。所以在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包括美国社会在这个捐款资金上能给海外民运一些支持呢，是可以增强我们活动的能力。那么这个如果美国政府直接给你们经济上的支持的话，会不会被中国政府那边说你在支持这个海外的民主运动人从事颠覆这些活动，这是美国以往的美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
是这么说的，但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拨给 NED 拨给国务院很多钱，就是用来支持中国的这些民主的活动。只不过呢，在中共的压力下，在中共各种巧妙的运作下，这些钱最后没有完全落到这个民主运动方面，或者说民主运动方面基本上没有从那儿拿到什么钱。这些钱用在各个其他方面，咱们也不能说那些方面就不正当。但是呢，尽可他们这些组织啊，就是 NED 啊等等组织，尽可能避免支持那些刺激共产党的政治活动。那么这个形式，我想以后可能也会有所改变。我们下一步可能跟国务院官员、跟白宫的官员都会进行一些会谈，当然这些会谈就不用公开了。所以有些情况呢，包括美国这个政策改变，应该是落在实处，有实际的帮助，而且美国的法律规定，它就应该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共产党抗议也是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抗议，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对，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做的一些项目，我们其实就是知道他们甚至事实上提过说，你们不要说太刺激的话，好像刺激的话，什么刺激话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很可笑啊，就是老魏说他是支持这个人民抗暴的权利，就这么一句话也变成了搞暴力了，恐怖主义、就有人这么告状，竟然告过去了。当然人家并没有改变人家的决定，但是呢就是说共产党也好，其他的什么人也好，可疑的人士也好，他竟然就老魏说了这么一句人民有抗暴的权利啊，他就把这个话作为恐怖主义的标志给我们告状，而且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类似的事情。如果有一些支持的话呢，我想魏先生您这个组织啊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应该作为一个晴雨表啊。那么我希望这方面有一些最新的一个进展和信息啊。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问就是说关于这个你前面对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有两点批评啊。第一个是说了不做啊，第二呢做了以后呢又变啊。这是为什么你在这个会议上你跟国务卿提啊这个东西的持续性如何？那么过去的美国政府真的是这么干的吗？说了不做，做了以后呢又变啊，是这样一种情况吗？你克林顿就是最好的典型。他一上台以前大谈要支持中国的民主等等。贸易上要你可跟他是好朋友啊，等等，你们他对你的这个私人接待应该是不错的，可是你批评他。私人交往是不错的，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我一直在批评他。当然他自己也说，当我面说了，你可以像我写那本书里那么严厉的像批评共产党那样批评我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他自己跟我的许诺。当然你批评他会不太高兴，甚至希拉里都通过一些朋友来警告我，你不要那么批评。警告你你用的这个字啊，警告你。他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他这个上台以前呀、说得很漂亮，支持中国的民主，要惩罚共产党等等等等，制裁等等。但是他上台以后，你看他几年下来，实际上逐步的把对共产党的那个制裁，就六四屠杀以后的制裁，逐步的取消。然后呢，最后把给了共产党这个永久的罪恶待遇，不再是每年一次讨论了。每年一次讨论，其实对共产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弄不好你就是经济就要受很大损失了，所以他把这个取消了，等于给共产党帮了很大的忙，而且帮着共产党加入了 WTO。 所以这个政治家前面说的诺言到后边不实现呢，在西方的民主政治里头是一种不是很罕见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所以大家有所担心。所以蓬佩奥国务卿要花很长时间从不同角度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次的政策不会再变了，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是老百姓的认识转过来了，
老百姓的选票很重要的，你要再变，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对不对？另外就是，当然这是美国自己吃了亏了，吃了疼了，而且现在发现共产党野心太大，特别是习近平这种战狼外交，咄咄逼人，就是他就是要改变全世界，这个架势很明显了，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马上就很警醒了，警醒了，在这个情况下呢，改变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其实从中国方面的反应，我看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在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最近蓬佩奥这些包括司法部长啊、国家安全顾问他们这些比较强硬的这个讲演之后、政策改变之后，而且已经有一些措施了，包括关闭这个休斯顿的这个领馆等等很多措施，包括制裁这个从金融上制裁这些侵犯人权、侵犯香港、新疆人权的这些官员，那么这些措施呢，中共在最近这段时间反而比较平静，所以有些评论家就说到了，说中共这是还是国内的学者说，还不是异议学者，就是体制内学者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呢，就是共产党啊，他们是在等待，也许大选那个川普下台了，也许中国。就也许美国政策就会改变，中国就有新的机会。那么他们现在采取应付和拖延，然后是等待变化的这么一个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政策现在这个强硬的政策可能会被改变，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不是说绝对不存在。但是呢，毕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大多数美国人，你在美国也知道。不太关心外边的事情，所以甚至你说武汉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中国当然他还知道在什么地什么方向，那个时候人们不太关心，但是现在中国的手伸得太远，不但从经济上、从文化上，甚至从军事上，都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构成了威胁。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改变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我想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或者说共产党机会不是那么多。就是你对这个白宫中国新政的持续力，你相对来说你是有一些信心的，当然这是有信心的，有些信心是有信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表现了一个民心。就而且甚至表现了这些华尔街的资本家，他们这经过了20年，他们事实上发现他没有赚到他们原先想赚的那么多钱，而且并不好赚，人家要偷，甚至要抢你的知识产权，要这样那样。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呢，我觉得这个我是这20年我是极其。我觉得我确实完全就是看老魏这么不容易我在坚持，否则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那我的工作很开心的啊，没有创造力的，这个我是不愿意涉及这些事情的。但是呢，这20年呢，特别明显，最起码就一直到2-3年前啊，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压抑。因为像我是作为留学生，很早就来留学生，一切一步就进入了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吧，最起码。那么这个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所以我可以承认，我是属于非常这个非常不说是全盘西化吧，但是呢是非常对西方是相当有很高的评价的。而且呢，确实我在美国有10几年就没讲过中文，更不要说写中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欧美是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的。可是呢，到了20年多前，老魏来了以后，我来帮老魏。其实老魏刚来，我也就想他也就只能够在这美国休息休息啦。我说那我就来帮帮你而已，属于一种比较同情的。结果我发现老魏在做很多事情，那我就觉得需要帮助他。可帮助他呢，你的感觉却是处处碰壁。你事实上，人家表面上对老魏非常非常客气，但是呢，事实上不给实质的帮助。而且呢，事实上甚至像我刚刚说的，人家会说你能不能把魏金生的名字给去掉？
知道吧？我说那怎么行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意识到很多这些人呢就是伪君子，他也会说啊，我崇洋自由，崇洋民主，可是呢，他事实上呢，他心里面呢却希望，希望把老魏很多起事件，他们是就想把老魏的嘴给封起来，以某种方式能把老魏，哪怕是钱或者是强力来把老魏封起来。为什么？因为老魏老是在那说这个，说些资本家不喜欢听的话，弄得他们在中国，这个赚这个廉价的劳动力，这个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恨老魏。我突然意识到，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走到，直到这两三年吧，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因为事实上我自己都不是很有信心，我只是觉得老魏做的是对的。我们不闻收获，我们 只是耕耘就好了，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 我这两年我也是觉得比较积极吧，比较向上。这个魏金生先生刚才也谈到了，听了蓬佩奥的这个讲话和他私下里的对话啊，他对这种政策的持续力啊有一些乐观的一些情绪。当然这个乐观的话呢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美国内部的一个共识啊，这个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有些资本家啊不喜欢你啊，那么这些人实际上还存在啊，我估计这些人还会是一个障碍，在某个意义上这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呢，美国这一次说要改变共产党，必须建成啊一个新的国际联盟。那这个东西啊，老魏你也有经历的，你这些年来你既在美国也往欧洲跑，我也经常看黄女士跟着你一块跑到欧洲去各种各样的游说。那么你觉得欧洲啊，这个在未来啊，在改变中共啊，配合美国这个战略上，你乐不乐观？我觉得欧洲和日本，包括这个澳大利亚什么这些亚洲的亚太的这些国家，在支持美国这个新的政策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欧洲情况和美国又不完全一样，有些情况是相似的，比如在这个这个中共的不公平贸易中吃了亏，包括中共的这个文化渗透上让很多人感到了危机，甚至感到了危险。这些情况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欺负这些小国，动不动在贸易上随手都不宣布，随时可以制裁你，说不让你进来你就不让你进来。你这个包括那时候有一些欧洲企业在给我们捐款，给我们基金会捐款，马上就让你产品没有中国市场了。那公司董事会的其他人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后来那捐款就停了。所以在包括对国家也是，你也说我们就关心中国人权了，马上中国在贸易上啊经济上啊就开始惩罚你。他用不着宣布，因为中国是个独裁政权，不需要通过法律，不需要通过手续，他说干就干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国家呢也了解中国共产党这种蛮不讲理的特点，所以为了他们的保持他们的小生意，他们就德国是最典型的，不断的向共产党屈膝投降，说好听的，也就是非常明显的表面上啊，我很支持中国的民主啊，你看那个有些民主人士，你看都我们都接纳了，在德国可以避难了。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中国的人权，声音非常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声音，跟中国谈的主要就是生意，甚至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跟美国的这个支持人权民主的立场是对立的。你比如在这次那个香港问题上，美国反应很强烈，很多国家都和美国一样反应很强烈，但是德国在后边拉后腿，所以呢，但德国还算大国了，有些小国更容易受到威胁，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各国议会现在成立了一个各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怎么样把这个联盟运作起来，怎么样使西方能够团结一致的对付共产党，能够和美国团结一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运作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我个人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想推动成立这么一个，是直到今年才刚刚成立起来，当然是在各国政治家的这个积极推动下成立了，但是再往下运作能够运作到什么水平呢，我们大家还在摸索，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以前大家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各个国际组织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拿下啊，你美国捐给世卫组织每年捐几亿美元，共产党不用这么多钱，几百万美元就可以把一个非洲的黑人给收买得很好了，几十万，那就是我们在联合国曾经看到的是几万美元就可以收买一票了。那么在这种不对称的这种战争情况下呢，利用国际组织来关注中国的人权，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那么所以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开始考虑自己组织一些新的组织啊，把一些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有正义感的力量集中起来，联合起来，来促进中国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现在这个对华政策联盟，各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的这个背景。哎，但是呢，就是说你看啊，就像最近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对抗中共的这个做法，我觉得非常好啊。一个就是刚刚老魏说的这个各国这个对华政策联盟，这么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哎，他这个本来是很有利的，而且他们会统筹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也是老魏已经讲了快20年的一件事情。那么终于组成了，可是这是上个月才组成，就已经有人要搞破坏了，哎，就已经有人搞破坏。那么类似的情况，也是很重要，就是这个蓬佩奥为什么请老魏去费城？那个费城那个国家宪法中心演讲，他去那演讲，老魏曾经也在那演讲过，是就讲这个讲中国的自由，讲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有过一场演讲，那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很崇高的地方，也是就是有一种这个宪法嘛比较 fundamental 啊，所以呢他在那里讲，所以呢请了老魏去对予以表彰。那么这个叫做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委员会，我觉得成立的非常好，也是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去支持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标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联合国也好，在人权委员会也好，在世卫组织也好，你能看见这个共产党的一点小钱，或者有时候也有权力吧，就能够收买了一大群无耻之徒。所以你现在我们每年都到日内瓦去参加这个日内瓦的联合国的人权会议，我们都十几年不去了，为什么？跟美国一样，我们退出了，因为那里头你就看，你就像最近怎么香过了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好，这个现在是支持国安法的国家超过了反对国安法，这国安法是什么一个情况？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你就看见那里头就是一群小人在里头，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们是非常支持美国民主国家，而不是让独裁国家去搞一个什么人权委员会。所以这个不可剥夺权利的这个委员会呢，事实上就相当于来替换掉这个现在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在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委员会还是美国的组织，那把它发展成一个国际组织，还有一个过程。那就得慢慢走，是一步。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他起步很好，所以老魏说我一定要去要去支持，那一定要去支持。那么蓬佩奥我觉得他也确实很重视，他在讲话里面特别突出的，可以说独一无二的把中国给提了出来，然后他讲了三段介绍老魏的这个内容哦，我是觉得这个在这点意义上，一般中国人是得不到这样的这个待遇，哎，然后让老魏站起来跟大家示意，结果老魏要不口罩还没摘完，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是我觉得也有好处啊。为什么？这口罩本身就象征着，你要是不自你要不应对共产党，你不反抗共产党，
最后共产党压迫的不是仅仅是中国的，在中国的中国人民，他压迫的是在海外的华人，甚至现在是连美国人，连所有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受害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条，我觉得我们能够出点力气来做这个象征性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在尼克松图书馆呢，彭博奥呢专门介绍魏金生和王丹但是这个那已经算比较特别了，但是跟那个费城的这个介绍呢，那是相当短的啊。正好我有这个费城的这个会议上，彭博奥介绍魏金生先生的这个文字啊，实际上也是魏金生先生的一个小简历啊，所以说念给大家听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为魏金生先生能够与会感到自豪。他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之父。1978年12月5号，这位北京动物园的年轻电工，在北京短命的民主墙上义无反顾地贴出他令世界为之震惊的雄文。魏金生大胆地论证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及工业、农业、国防及科学现代化不足以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回顾了几十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提出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那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曾经因为魏金生的感言而将他多次打入牢狱。1997年他移居美国，但依然继续勇敢地呼吁中共尊重上帝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无论那人是在西藏还是在天安门，是香港还是在湖北。所以这是这个彭博奥在费城的这个演讲之中呢专门就魏金生先生的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听一起分享一下。好，现在我们继续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议会同盟的问题，我看资料魏金生你也是他们邀请的顾问之一。那么这个民主的这个国家的议会同盟迄今为止，你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下开展的一些什么活动或者他们的一些设想吗？其实他们的活动呢，公开活动并不多主要是在各国议会里头首先在这个委员会里的协调，大家协调出一个都能接受的立场，然后回去说服自己国家的政府通过议会说服各国的政府采取比较一致的对华政策。这大部分的工作是不在台面上的，而是在背后进行的，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可以介绍的。具体的我觉得其实我只认识很多这个议员，在这里头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热情非常积极像就是那种美国式的那种西方式的很有冲劲儿的那种在工作。跟他们国家那个议会和政府里的那些英华派呢进行斗争，所以这些斗争呢大部分都是在台面以下进行的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介绍。其实呢他们最主要关注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你要仔细去看他的履历表，你会发现他们美国有共和党有民主党，有参议员的有众议院的，然后其他国家也是有极左的和极右的，知道吧？但是他们有一条是共识，他们的共识就是在中国问题、油权问题上的共识。所以老魏在那里头做这个 advisor 是有关人权的 advisor， 在这点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有了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人权将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东西，但事实上你仔细看他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跟人权有关的。好，下面呢我跟魏金生的这个对谈呢或者叫采访呢，关注魏金生在过去一些年来就中美关系问题呢提出的一些看法那么我觉得你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过去美国对华政策有根本性的战略是错误。那么这一次呢，蓬佩奥的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呢也在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改正。那么你怎么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在错在什么地方？其实那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他
那说法其实比很多人说法更加那个全面。比如说，从3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再犯错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能够犯的最大的错误。不但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民主化的这个中国，人口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呢，使这个国家一步一步走到了成为美国的强劲的对手的强劲的敌人的这个地步。那么这个错误呢，是综合性的各个方面错误，原因也是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根本的一点，就是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暴政认识不清，总是从那个宗教的角度理想化的角度，以为这个东西是多么多么美好，实际上呢，在美好的表象下掩盖的是非常丑恶的政治和对人民的这个残酷的毫不留情的这种压迫和剥削。所以这种错误，政策性的错误呢，美国人也要反省他们自己。其实我觉得国家安全顾问的那个讲话就是要求美国人都要反省自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太天真，导致不光是中国人民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受到了几十年的那个压迫，而且现在已经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威胁到美国人自己的安全了。所以这个他用的词儿就是说是30年代以来这个错误呢，持续犯的这个错误，是美国历史上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啊，我读你的一些演讲稿啊，和一些公开的发言啊，你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华政策导致美国走向衰败和失败啊，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首先来讲这个，美国在这个从50年代开始吧，就在和中国对抗，那个对抗的时间并不久，对抗了20多年。从尼克松开始，也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吧，美国就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个绥靖政策不但是支持了这个共产党政权，让它稳固下来，让它持续下来，而且呢，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大力的在经济上向中共输血，给他最后国待遇，而且呢是一种不平等的不对等的贸易政策，使中国大量的占便宜，向中国输血，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现在成了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敌人。这个重大的敌人呢，如果现在还不改变政策持续下去，就像共产党那些五毛在那儿欢呼的一样，啊，我们很快我们就不是世界第二大，我们是第一大啊，我们可以什么，就是可以统治全世界等等等等，那不就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吗？而且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对中国这个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呢，偷走了美国的资金，偷走了美国的技术，偷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那你说这一个国家被这样吸血的话，那当然衰落就是必然现象。所以现在美国政策改变也是制止这个衰落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或者是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个当年20年前在那个关于这个 PNTR 就是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或者准确来说他们喜欢说永久的最优惠国待遇，最惠国那边换成最惠国，对，那是克林顿耍了个花椒招，他就把这个最惠国待遇呢也改成了说 Permanent Normal 叫正常关系，正常贸易关系啊，这他是完全是花招换汤不换药。但总而言之，当时在这讨论中间呢，老魏就指出了这一条，他尤其强调的是，就是他说他这会造成美国工人失业，这也会造成中国工人是用中国的这低人权优势啊，这些话呢，也是正是这种话呢，让这些华尔街的大资本家们很不爽啊。那么实际情况呢，是这20年来你是看见在美国的这个 manufacture 的那个叫制造业的工作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就是流失非常之大，流到了中国。那么在这点意义上呢，你能够也是为
怎么今天能在美国大家终于自己受到了这个危害，受到了这个甚至连工像我们中西部连工作都很难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意识到了这中共的一系列问题，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问题，跟他们无关，而是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在这点意义上也是我认为以后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老百姓选民的态度在这里，对于中国的态度在这里，那么这个政治家政策必须改变的。所以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应该是已经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并且进行改变的时候了。就是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讲话之中，对克林顿的批评是最多的啊，奥巴马和布什你们批评的啊，虽然点个名字，但是批评的好像不多。嗯，主要是不，你觉得是克林顿在上面做的？就是他们两个后边两个，你这三个人一块批，嗯，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后边两个是延续了克林顿的政策。哦，是，谁这么这种关系？嗯，对对，这种关系。嗯，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 Trump， 因为 Trump 本人毫无疑义，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是不完美吧。但是呢，为什么 Trump 能够选上？我觉得这也是因为美国人民都希望改变了，都希望改变，然后呢，一直都没有改变。你看 Trump， 他事实上他自己的其中一大问题，他就不是一个很老练的政治家，在我眼里是确实认为，为什么那些很老练的政治家，他们有时候就是口是心非啊，那前面几个总统说的话不算数啊，他们在竞选的时候说啊，我们要中国人权。回过头来，包括克林顿，从克林顿开始，回过头来他们就不算数了。那么这个 Trump， 他之所以这个确实能够起到作用呢，他就包括其中有他的一些那个他的这个顾问，比方说那个 Peter Navarro 教授，他原先是个教授，他写出来这个致命中国的书的时候啊，是很受打压的。我们完全知道他和他的合作者现在也是一个教授，在加州的教授，刚刚变成 NASA 的那个经济上的那个 CFO 了，刚刚成立，他应该马上就要上任了。但总而言之，这些人受到，因为他们讲出了跟老魏类似的话，他们受到很大打压。可是那 Peter Navarro 教授还把他写了两本书送给老魏，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会儿我跟人家说，人家都摇头，就说他是个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 Trump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听了这 Peter Navarro 的建议，然后在这方面不仅说到了，而且做出了一部分，做出了我只能说一部分，不是全部，但就这样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个呢打破了这个原先持续的绥靖政策，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所以这条是为什么 Trump 被选上，也是为什么这个整个这个美国administration 这个当局政府当局他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弯是得了民心的，尤其在中西部，尤其在我生活的中西部，那是相当得民心的。这个你说到纳瓦罗的这个势力啊，就让我很感触。不仅呢，那个时候纳瓦罗被认为是疯子，就是现在纳瓦罗也是被很多人认为入不了正史的啊，瞧不起的啊。这个东西呢，让我感觉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先知先觉的人不多啊。老魏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跟很多人不一样，他也算先知先觉，但是先知先觉的人不是认为怪物，你就是认为有毛病啊，或者就是很孤独，很多人都逃不出这种下场，是吧？对对，那逃不下场。但是就怕没放在火上给烤死、烧死。对啊，他这个现在老魏，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他的这一些看法啊，现在被美国政府认可啊，并且在采取一些行动啊，在。进行纠正，那么这是值得欣慰的地方。纳瓦罗呢被人认为是疯子，但是川普就认他。我还听人介绍川普给了他$100,000让他拍，把他那本书拍出来，拍电影，拍那个电视啊，这个有这样的故事在里头。那么我们继续说魏金生先生的观点啊，这个
老魏今天来做节目啊，我们的观众中啊就出来了一个老魏的一个老朋友啊，跟老魏啊提了一段往事啊，我给老魏说一下，待会儿我忘了啊。这个叫应该是一个藏族的朋友啊，叫朵梅啊，小佩你好，我是默默的关注你的节目的啊女性网友，你的节目非常深度，今天看到你采访魏京生，我和我的父亲非常熟悉他，北京大地震时期他和秉措汪杰一家在中央民族大学躲藏，他经常来我家，当时我爸爸建议老魏考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里有一的研究生，后来他啊战无不行败给了藏族的格勒啊，然后呢你去搞现代民族墙了，这是你的老朋友吗？嗯，对对对，这小姑娘她父亲那是小姑娘，这肯定是是对啊，这是研究现在肯定当然不是小姑娘了，对，他说他是老女人，他听你节目老女人，但也不跟我差不多应该是，他父亲是藏学方面的一个老研究员，我那时候研究这个藏史方面的东西啊，考研究生什么受了他父亲很多的指导，但是他有一个事情说的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当时呢是因为因为杨静仁出面请示了邓小平，然后有两个名额被走后门顶掉了，我是其中被顶掉的一个。哦，这样的，对，杨静仁出面，对对对，但是呢，被要顶掉我的那个，其中有一个是阿贝阿旺晋美的儿子，他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所以他没有到学校去，就没有去，而是回西藏去工作去了。所以后来找了这个。就是这个小姑娘刚才小梅刚才说的这个人来，从青海找来的，她来顶替这个名额了，这个名额就弄得很复杂，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把朵梅的故事进行了补充，对，他父亲是个老研究员，他这个朵梅啊，你应该听到了啊，魏先生对你的问题的回应啊，你们俩在这儿接上的头啊，很有意思，谢谢啊。那我们继续啊，那个等我呢啊，大概还有那么十来分钟啊，跟魏京生先生讨论完了之后呢，大家可以举手提问了啊。那么魏京生先生，你还有一个观点啊，你就是说批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中呢，啊，你说他们以对话啊牺牲对中国的压力啊，你认为啊这个策略是不对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欧洲哦，在尤其是在欧盟啊，他们仍然在提倡跟北京对话，好像这个对话还很有市场，不仅是我，而且在欧洲在美国很多的人权组织已经批评了很多年了，所谓的对话就是用对话来代替压力，那么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慢慢跟你谈，谈多少，谈多少年，都谈什么内容都可以，都可以谈。共产党经常说什么内容都可以谈，但是问题谈了没有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没有用，因为共产党这个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也很重视实际的利益。如果不在它的利益上给它以直接的压力或者间接的压力的话，你跟他谈判就没有任何可以谈的东西。而且实践上，在中国的对中国人权实践上也是，各国政府为了跟中国做生意，为了满足他们本国的这些大企业、大资本家，那他们就要找一个理由。但是这西方各国老百姓强烈的看不惯共产党这个人权状况，他们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应该改变，要求他们的政府去改变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这些政客。哥们他们为了对付老百姓的舆论，他们就用这个对话这个东西来化解了对共产党的压力，实际上就是他们不做事儿，咱们可以坐下来喝茶谈话，但是不做任何事情，甚至他们对话什么内容经常公布，或者说啊我们跟他谈到了人权问题，谁知道是怎么谈的呢？而且他们这种没有压力的谈话，就是用美国国会流行的说法叫没有牙齿的那个政策是不会产生效果的，他们要的就是这样两面欺骗，实际上就是欺骗西方的老百姓这样一种政策。
如果是对老百姓来说是欺骗的话，可不可以说在双边的关系上，这种对话等同于税倾，税倾政策？嗯，就是绥靖政策。对，绥靖政策，对，嗯，甚至比绥靖政策还要糟糕，还糟糕，就是说，嗯，摆明了就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但是我们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动作，等于告诉对方你随便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对话政策这实行了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一步一步越做越差，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对话的后果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几很多国内的，这我看很多国内朋友都说你现在已经回到了文革了，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是比文革还要糟糕了，嗯，比文革时期还要糟糕，这就是在这对话政策达到的效果。就是这种绥靖政策，它事实上也就是，欺骗选民，因为毕竟这个西方的老百姓他还是挺关心这些民主自由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所以他很关心。所以事实上，在我认为，这事实上也是西方政界对老百姓的，也他就对他们选民的一种这个欺骗，因为他们说啊，你看看我在对话呢，你知道，其实呢。没有什么作用，哎，他说我做了，我把你的钱也花了，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很恶心的啊，我觉得是伪君子的一种表现。伪君子，嗯，好有意思啊。那个魏先生，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说透露了一点信息啊，就是说蓬佩奥在跟你们座谈的时候呢，好像暗示说除了关闭这个休斯顿领事馆这样的一些制裁措施的话呢，美国还有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在后。那么这方面的用意，你有更多的信息吗？嗯嗯，其实我在一些采访里也说到了，那个蓬佩奥说到说，我们这个政策呢是态度非常坚决的。有人当场提出来说共产党可能也会报复，也会对美国的这些外交人员采取措施。蓬佩奥当时说，即使在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里一个人都不没有了，我们也不会改变这个政策。说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一个态度。而且我觉得共产党从来也是这个欺软不怕硬的。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们当时就对此表示了赞赏，因为只有这样，其实你就看，包括最近，这些态度，你最近就这几天，甚至这些事情，关领事馆啊，要去那个旧金山去要那个唐娟啊，诸如此类这样那样的事情，你都能看出，等到美国人真的是下了决心了，显示出他要这么做的时候，那共产党就特别差。事实上这也是我对中国国内那些朋友们抗争的同一种想法。你真的要老百姓说我一定起来造反了，我不是什么情愿唧唧歪歪的让你割韭菜的时候，其实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是能够逼他们做出一些改变。可现在情况呢刚好相反，习近平现在越来越猖狂了，连党内的异议的声音他都不能容许了，所以这也是快到了头的现象。这个魏先生就是说，您一直对这个中共持强硬的一个态度啊，那么这种一种态度呢，是导致很多有些人我听到说批评你很激进啊，这种观点你觉得怎么看呢？什么叫激进呢？嗯，你像小绵羊那样，他是不激进。那么狼就可以随便吃你，对不对？共产党就是相当于狼嘛。你要起来反抗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狼没有那么厉害，有的时候你可能能把它给顶倒的。所以说，你说我们激进，是啊，我们就在反抗，我们当然激进。你自己变成小绵羊，你看不惯我们这个反抗的人，没什么可评论的，没什么可评论的。就是你，其实是实际情况。就是狼小绵羊在上游喝水，这个狼说你把我的水污染了，我得吃你。但小绵羊到了下游喝水的时候，狼还是要来吃你，对不对？就是这个。嗯，就是你在某个意义上，你这个在美国三个阶段的经历啊，热情欢迎啊，被冷淡雪藏啊，最后又成了热捧啊，在某个意义上是美国开始，可不可以理解美国人接受了你这种激进的看法？
当然，嗯，实际上我的看法不能算激进，我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看法。比较实际，嗯。因为你要想，到中国做生意，你要想，你觉得共产党那么美妙，你当然会觉得我很激进。但是美国人现在吃了亏了，他们觉得我说的很对呀、啊，哪里激进了？没有激进呢、啊，很，刚才想提到一件事，就是那个2007年在宪法中心我那个讲演，最近我拿出来重新看了一下，和现在美国政府说的差不多。只不过当时美国人还不能接受我的说法，他会说你比较激进，可是他们现在自己在这说，而且是用外交语言说出来，但是他说的内容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你说我特别激进那倒不是，跟那些那个上街放火那些打砸抢那可以说是激进，我们这个只是实话实说，只是鼓励老百姓应该起来反抗，这怎么能叫激进？难道说让老百姓不反抗，让老百姓去接受共产党统治，然后让你们这帮资本家可以到中国去剥削这个中国老百姓，那就不激进了。所以这个所谓激进不激进是一种政治上的，就是他们政治立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嗯，你怎么样他都会觉得你激进。黄志斌说的，你是个小羊他是个狼，你怎么样有道理没道理他都要吃你。你的唯一的可以选择就是反抗，反抗他会说你激进，那无所谓，我们就激进了。其实有一个法国作家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很著名的书，他来采访问我的时候，临走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别人都说你很激进，我怎么觉得你不激进呢？你很温和。这个，但是我觉得像美国的这个很多东西呢，他的确实他过去的政策就方方面面的、啊、从政治上角度哪怕经济上角度都是很错误的。你比方说我就总是跟所有人说，我说中国的股票我绝对不买，中国在公司，你们在这谈着，我出去方便一下 中国的公司在这个，我中国的公司在这个在华尔街上市的股票我也不买，知道我因为我时不时买点股票做不出来，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说这个东西是很不合理的，你在美国上市，你这个公司要给出一堆的文件，这些文件来说明什么什么，你要就是遵循法律这样那样，结果在中国的这个公司，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事实上老魏和我都跟美国人讲了快20年了，而且甚至还专门给 SEC 的那个头 chair 的主席告诉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们一定要小心。但是他们当时光想着啊什么什么东西，那么让中国进来如何如何，要成为世界一体如何如何，结果呢他们呢就让很多中国的公司进了华尔街股市，没有正常的要求美国公司的这种文件。所以你看最近不什么咖啡啊什么中国贼乱七八糟的、现在美国佬又赶快把他们扔出去吗、那我说我是最聪明的，我跟老魏说，我说你看我从来不买中国的股票，这个中国股票所以我也不会说一块钱变成一分钱都不值，是不是？但是呢在这条意义上你也看到美国这个政府和人民的一个变化，本来他们前面就比较傻，就让中国来套了很多的钱，结果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生意都根本完全是这些所有的会计的数据都是不可信的，都是造假的如何如何。所以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也反映了美国最近这个变化呢，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化，包括刚刚出的数据说，就是最近这个美国老百姓对中国中共的这个负面，原先是60%几，现在大概81%、82%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巨大变化，但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个人很佩服老魏的地方，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帮他的原因。难得，你这个帮下去，一直我觉得他对中国这个了解。你继续。对，就是这个他对这个
老魏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比起中国人来说都要进一步深一步的，所以他在这里跟这个美国佬解释这样那样，不光美国，欧洲也一样啊，所以这去解释这个中共的真相的时候，那这些确实很难听啊，那么这些政治家就不愿意听到，我觉得这是他们一种很愚蠢的一种反应。而且事实上呢，中共这些年也非常非常有进攻性，我们就管叫就侵略性吧，这侵略到什么程度，侵略到对我们是造成了相当大的人身伤害的，明的暗的硬的软的都有，你知道吧，甚至像老魏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生命也是，我们出过很奇怪的车祸，生命也受到了过威胁，你知道吧，你像这个有的事情我们也不便说得太直，但是一般在中共这个中共的这个一党专制下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当老魏成为中共的第一号敌人的时候，那么中共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卑鄙非常无耻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这么多年来批评美国政府，你们应该也进行了一些游说和建议啊，就是刚才老魏说他上一次在宪法这个中心啊，这个费城这个演讲的内容呢，现在被美国政府也基本上原封不动的接纳了。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你们的建议啊，一些游说有没有被美国政府接纳过任何一个任何一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美国不是，很多人习惯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其实不是，就是政治家们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也是有很多议员是强烈批评中国的，所以我们的说法呢，还在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在最低潮的时候，在美国、在欧洲，很多的政治家非常支持我们，非常支持我们，所以这个蓬佩奥可以说是公认的中国民运之父。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非常支持我的观点，而且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敢讲真话的人，为了讲真话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的一些措施呢他们有时候也会接受。你比如说有中国的艺人士，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黄贝岭诗人贝岭先生，他在中国被捕以后，有朋友赶快通知我，我们就找到美国国务院，国务院连夜，就是人家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里嘛，他们夜里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进行营救，成功的把贝岭给营救出来了。那这样的合作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多。但是在大的政策上，我们经常是批评美国政府。但是呢，这个比方说，在这个20年前，这个 WTO 中国那个 PNTR 的这个投票诸如此类，那么老魏也是，人家克林顿坐在白宫里面，是一个的议员给招到他白宫里面许以优惠，一车一车，然后去让他们投票来支持中国，得到 PNTR 的票，然后能进 WTO。那么老魏是很辛苦啊，那会儿我就是那会儿开主要花了很大力气啊，那个辞掉我的工作来帮老魏，那就是一个议员一个议员办公室走啊，然后呢有的人没有办法说服，有的人确实还是投票的，有的人说我虽然不投你的票，没法投你的票，因为有什么钱的原因，各方面压力，但是我心是跟你在一块的，诸如此类。这个，所以事实上，老魏做这些年做这些事情，包括在欧洲议会，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今年2月份有欧洲议会的很重要的这个议员来美国，还记得他这样见了一群美国人以后，他说我一定要，以前他就说我一定要见魏先生。那么就是说在这一点意义上，当然魏先生也是因为他是那个沙赫洛夫，欧洲议会的沙赫洛夫，那个自由思想奖的那个得主了。但是呢，在这点意义上，我就说老魏其实做的还是很有成效。
包括的这个就我是说欧美，尤其是欧美啊，当然也在日本，我们事实上也去过日本，老魏事实上也跟后来当了总理啊诸如此类的那个首相的这个这些议员交谈过，那么他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其实还是很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去跟议员讲一些事情，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投票就会出现变化，甚至不光是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你就像这个2016年11月，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跟老魏就注意到了，那个孟宏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四月初成行到那个到法国去，等于去告诫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你们不能这样子，你们不能像过去纳粹那个 Gestapo 似的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把整个中国啊，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这个这么一个集权的这个阴影之下。那后来其实还是很成功的，包括后来你也知道孟宏伟发就是消失了，他们的那个做法，包括一些异议人士，包括我们新疆的这个人权领袖诸如此类，都从红通的那个通知单上拿了下来，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意义上，老魏特别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有的东西我不能说的太直，但是很大代价。你想，后来我自己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都出现过一些险情，你知道吧？老魏实际上后来他弟弟死了，病重到死，老魏都没有去欧洲去见他的弟弟，都没法去见他弟弟。这些东西呢，我就说，我就想指出，就是说你要坚持你的立场，你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人呢，尤其像我也承认，我自己老是想，我这只要我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什么都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人家也有人批评我很傻呀，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代价。我觉得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情况呢，来说明，我们一些朋友想把中国建成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应该付些代价。那么当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联席会议的很多朋友，他们每次过去开会啊，我们这次是决定网上开会。但是我们过去开会都是实体开会啊，你买机票啊，你住宿啊，诸如此类都是要钱的，对吧？那么大家都是很多人都自己掏钱的，没有什么，偶尔我说会出一点钱，然后这个吃个饭什么的，诸如此类，有些其他的朋友或者会说我来付饭钱，诸如此类。但就是这样子，那些朋友都做了几十年了，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到了一个需要全民觉醒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想都一块被割韭菜的话，包括体制内的人，你不想被割韭菜，你不想一下像任志强一样，哇，你看看任志强这一系列罪名，对不对？哦，举张类之类，那你必须起来反抗，大家要一起啊。所以呢，我觉得不能靠老魏，老魏这过去这20年真的我觉得是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听起来很好听，但我还真是看过在河里面一块大石头在中间，那这个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这个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会一块倒霉一块受苦的。我们这个观众也在说老魏一直在奋斗啊，这个一直在奋斗，但是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说老魏该再出手了啊。那个我为问最后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看看有没有观众举手啊，我们就可以讨论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美国已经对中国出台了很多的制裁措施，那么魏先生从您的这个压力的这个理论来看，你觉得符不符合你的压力理论这样一种看法吗？还只是刚刚开始吧。啊，刚开始，还只是初步的，后边还需要做。就从美国人自己的想的，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这刚开始，你觉得等于是还有在某个程度上还是不够，压力还是不够？那当然，很多措施不是一下子就能拿出来的。因为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有很多程序性的问题啊，要解决，所以要一步一步走。所以我觉得，既然开始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那往下走呢，
对中共理会越来越大，那么国内的朋友为自己的权利奋斗的时候，包括维权，哪怕是为自己个人的权利奋斗，你也需要有一个环境，有机会。所以美国的这个压力来了以后呢，对大家都是非常有用的。好，这个有一个观众啊，就问呢、啊，问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魏金生应该推动美国国会立法，尽快冻结啊中共盗国贼海外资产，这是中国行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当然是开始对一部分的官员，包括对香港的这些官员，已经采取，已经有效果了。在香港的这些外国银行已经拒绝了这个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在那开户，甚至已经开户说我们把钱退给你，你以后别在我们这开户了，因为呢都要避嫌疑啊，否则这些银行就要受到惩罚。很多中国人。在网上好像说话很随便，就是说这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其实是有用的。这些那个香港这些高官，包括国内的很多这个贪官污吏，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老婆孩子钱包，包括二奶都在国外，他们的儿女都是到西方留学以后留在这边，不愿意在中国。中国那个哪怕他们有特权，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也觉得很不如意，还不如在美国当个普通老百姓更过得更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威胁到他们的老婆孩子钱包和二奶的话，那么对中共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压力。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的政治呢不是民主政治，不是老百姓的意见之下政府来操作，他们就是一群人把持政权，他们在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你说一个话给你扔监狱去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只有这些这个让这些过中共的这些官员在作恶的时候有所畏惧，才会对中国的老百姓有实际的帮助。这个有个网友呢，他对这个信心啊还是有问题，他说美国问题是一直美国太重经济，可能还想一斧谋皮与中国勾勾搭搭啊，这个可能性呢刚才已经反复解释，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确实始终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大趋势和前面十几年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一个是美国社会觉醒了，美国这那个整个国家和老百姓吃亏了，然后呢美国的政治家态度也都转变了，不得不转变，选票在那摆着呢，你不转变你就选不上了。所以在这个大形势下，这个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比较小，虽然存在但是比较小。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国这些大企业的力量，不能低估共产党渗透的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也相当强大。那么在这个博弈之中呢，最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能打保票，不能打保票。打保票。嗯。下一个问题，这个观众说这个美国从来没有不去颠覆中国政权。啊，从来都没什么亲共的说法，所以他不太同意你的这个历届政府过去的政府太亲共这个看法啊，你怎么回应呢？那他多看点新闻就知道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是美国人也在反复批评的事情。这个就没有必要再详细的列举了，自己去看新闻吧。可以看看过去多少年的新闻。OK， 还有一个观众啊，他说要谈就谈怎样肢解中共，那么你有什么看法呢？这个眼光稍微远了点儿，这个眼光相当远。至于远到那个时候，中国是保持一个大一统呢，还是被肢解呢？这只是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在共产党多年洗脑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人把这个大一统看成一个很要紧的，好像比自己吃饭还要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哪有那么重要啊，最重要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啊，老百姓的安全有保障，有法律保障，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喜欢在一起，在一起过得好，那就在一起嘛，过得不好，那就一拍两散嘛，对不对？这个是要人民自己决定的，不是个别人能决定。虽然也有的各种独立运动，我也不反对大家要求独立，要求独立也是一种正当的权利，但是究竟独立好还是不独立好，现在跟共产党在一起，大家当然要独立，要摆脱共产党的这种暴政，但是这个暴政结束以后，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权以后，我想很多朋友不一定就要分开，因为一个大的国家，不管是搞经济也好，搞文化也好，实际上对每一个个人来说都是更加有利的。国家小呢，你像那欧洲那么多小国，最后还得想办法嘛，往一起合，要合到一起，为什么呢？就是合在一起，对大家的利益更多。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怎么选择，那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是任何政治家现在就可以打保票的事情。嗯，这个观众啊，刚才可能没有听到蓬佩奥的那一段介绍魏金生的这个文字啊，那每个文字里面呢，提到了魏金生1997年移居美国之后呢，仍然勇敢地呼吁中共尊重上帝，呼吁每个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啊，无论是西藏还是97年是吧？嗯，美国是对。无论是藏西藏人、天安门还是香港、湖北啊，实际上对魏金生先生移居到美国之后他做的事情呢，有一点点介绍。但是呢，这位观众这个他提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估计上面介绍有点还是有点抽象啊。就魏金生啊，这个老魏是中国民主运动象征，出国之后做了什么好像不怎么清楚了，所以魏先生能不能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这个您在出国之后啊做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进一步的认识您啊。其实做的事情很多了咱们挺多的，对，看到魏金生基金会，对，但是一个网站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昨天慈平我也经常去看啊，看你们的一些演讲记录啊、文献啊、最新的新闻啊，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魏金生基金会有一个网站，所以你可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一些活动啊，做一些事，对，嗯，这个除了看那个以外，有些活动呢也是不公开的，嗯，你比如说那个10多年以前，我作为萨哈罗夫奖的这个得奖者到那儿去参加活动的时候，那年好像是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得奖，就是那个黑人，他得奖，然后我们大家去在宴会，安南，对，在宴会上的时候呢。有欧洲的议会的领袖跟我说，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那个谈。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欧洲欧盟呢，很可能很快就会解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这个市场准入。嗯，他说这个事情我们应不应该反对？我说当然要反对啊！共产党再拿到很多的武器的话，那对世界来说就更危险了。所以我们在那个饭桌上，其实我们几个就是欧洲议会的几个大的联盟党的领袖啊，在桌饭桌上就跟我讨论起来，害得我当时的那个带去的助手陈兴宇先生，他连一口饭都没吃上，他就两边翻译嘛。嗯，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阻止了，一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市场准入和武器禁运都那个维持下来了。嗯。这是我们做的工作，小小的工作之一吧。嗯，小小的工作，但事实上花了很多时间。就像我刚跟你说，比方说国际刑警组织，那我们就要去联系。那我们也是先礼后兵啊，我们也会去跟国际刑警组织去联系啊，诸如此类，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就很猖狂啊，他们把老魏都给放进去了，诸如此类。我说这样做不行啊，你们那么这个，结果呢，那个但是就这样，你想想看。2016年11月我们就开始做，我们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来去，然后给他们写信啊，他们态度很横啊，都谁都害怕他们嘛，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又通过总而言之每做一件事情，你也许只看见我们一天的活动，事实上是住了好几个月啊。当然我们做的其实很有效，比方说国际刑警组织，我们就要启程了。他原先国际刑警组织上的那个王岐山，他们是把这个是把天网和国际刑警组织连在一块的。就我们要启程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就把这个马上把这个不光把这个连接给切了，而且国际刑警组织一下子把400多个原先是
就是公开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名单给一下变成了减掉了90%，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到了国际刑警组织以后，我老魏也谆谆地告诫他们啊，你们不能再成为纳粹第二盖世代堡第二，因为当年你们有四个那个纳粹的那个盖世代堡的头目当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那个主席啊，你现在孟宏伟当主席情况是一样的，甚至会更恶劣啊。就你知道他们干嘛？他们悄悄的也是把他们四个主席，照理说他们有一个网页是说他们过去主席，他们就把这四个主席的名字全给去掉了。但这就说明他们还有些廉耻心，因此这对后来的那个国际刑警组织变化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认为是有很大成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的新闻发的全世界都是，诸如此类。所以就说，但事实上人家不知道是我黄慈平花了多少力气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你知道吧？哎，所以就是说一般人是不知道，人家顶多就看到那一天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而已。但事实上从2016年11月一直做到2017年3月，然后我们4月3号启程，你知道吧？哎，然后就有人就想害我们，你知道吧？这是另话。但是就是说你想做一点事情，你必须付出代价，包括冒险，甚至有一天我被撞死了，那我希望人家会好好查一查，是不是？而且事实上我们过去出过不止一次的车祸，这些车祸都是很可疑的，因为我跟老魏都是开车很好的人。但是呢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做一件事情都是你看不见的，就是这样。黄志平的动手能力是很佩服的，经常看你在动手啊，动手看你做的那活都让我们很嫉妒啊。你说你开车技术很好。以后我到你家给你我哎呀，天天看你做活啊，真的是啊，我是一个都不会啊。这老魏幸福啊。这个我们的观众好奇说魏先生和黄女士什么关系，可能他没有看我开场的介绍啊。开场我就介绍这个魏金生呢，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实际上黄志平在这个联席会议里呢也有职务，他是秘书长。另外呢，我今天给黄志平先生的职务呢是魏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啊。那么实际上这个魏金生基金会呢，那个也是黄志平和魏金生两人在做的这个事情。另外这个刚才黄志平也介绍，他有很好的工作，他是佩服老魏啊，来帮助老魏。那么除了这个介绍以外，我们观众可能还很好奇你们俩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关系，乃至于私人关系，能给大家，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当然也是好朋友了。他那么多年这不拿工资在帮着这个基金会和联系会工作，当然都是好朋友了。当然他这个多年来也秘书长和执行主任这工作呢也是一分钱不拿的，甚至还要往里边贴钱。所以这工作也是付出很多代价的，是很多网上五毛还说什么你们拿美国狗粮什么，哪有什么狗粮啊，我们都是义工，大家都是义工啊。搞民主运动，你要真的动了共产党的奶酪，他会用各种方法困死你。我们当然也在艰难困苦中努力工作吧，还是很有成效，这些年我们对自己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从现在这个美国政策的变化来看，然后老魏现在又到了镁光灯下，所以你对未来这个工作是不是觉得应该更有劲儿了？那当然，这个机会这么好的话，大家在网上都跟我说，机会这么好，你现在得赶快攒劲儿干呐。这个也是这么好的机会的话，我们不能放过它。要尽可能的做出一些对中国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好，我们导播看看还有没有举手的啊？要没有举手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了啊。这个也有观众啊，文字问题也不少。这里还有一个啊，就是问魏先生，拜登说他要改变川普的加税和退出 WHO 等政策，还要和中共商谈解决环境问题。假如拜登民主党上台，对中共会不会又回到口头谴责、实际放纵的老路？实际上对拜登上台的某种担忧吧。对这个拜登呢，他的立场，包括跟中共的多年的关系呢，是大家怀疑的一个热点。实际上呢，中共方面，刚才我讲，中共很多专家也提到，他们对这个拜登上台呢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上台可能会
对做出对中共有利的政策，像当年的克林顿那样。但是呢，我刚才也讲到，现在的环境和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美国社会的情绪那都转过来了。那么在这个形势下，即使拜登个人跟中国有友好的这个意愿，那么他在美国这个民主结构之中，能不能把它变成现实，这恐怕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信心，不要失望。这里有一个网友问这个魏先生能不能谈一谈对李登辉的看法。李登辉呢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呢他在利用台湾的这个当年的国民党的那也是跟共产党差不多那个一党独大的这种政治。在这个政治中呢游刃有余，最后呢促使台湾很快的走向民主，而且是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跟他有很长时间谈话，我的感觉是他不但头脑非常清楚，而且他促使当时他是国民党主席了，但是他做了一些事情促使台湾的政治从那个威权政治走向了民主政治，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历史上一定会记上一笔的。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个很大陆给他贴上一个台独的这个符号，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名副其实啊？我想从李登辉的角度呢，或者从相当多的台湾民众的角度呢，他们是提出了台独的口号，而且民进党这个台独的口号是从他们在野的时候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口号。但是呢，实际上台湾人民为什么要独立，和西藏、新疆人民、内蒙人民要独立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大家要躲开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是从大陆迁过去的，那么它的宪法里头也写着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边也认为它确实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只不过是两党各占一块地盘而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又一直存在着中国共产党老威胁着一定要去占领台湾，他们叫解放台湾。那么台湾的人民当然很害怕共产党的这种暴政了，为了避免这种暴政，所以提出要独立的口号，这个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能够理解。好，这个我们有一个观众啊，可能是技术性问题，他想举手，他举不起来啊，所以说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啊。如果你能够打字提问呢，我可以等你一分钟。如果你也不能举手也不能打字的话，那么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我也不能等你了啊。所以我看没晃啊，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打字。现在我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提问的机会交给你，看你能不能拿到。老赞啊，老赞举手是吧？那老赞请发言。对。小平你好。老赞你好。魏先生好。黄女士好。这个我很敬仰魏先生和黄女士啊。40多年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中共这个宣判这个魏先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魏先生的大名。这几十年来无论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是在出国之后，我都很关注魏先生的这个一些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的努力和做的工作。我就话就不多说了，只是表示一下敬仰和这个问候，祝这个魏先生那个身体健康，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继续的带领这个海外的民主人士来继续工作。我经常和黄女士在推特上互动啊，我有推特的网友名叫乘风破浪。黄女士，我称黄女士是女汉子啊，经常是自己啊家里的这个管道啊，对对，我也说这事。所以说这个能自己来，尤其是女士啊，这个我们这个科大的这个学霸能在海外，你也是科大的。我不是科大的。你们科大的，你像我们科大嘛。
嗯啊，我就说这个谁，黄女士是科大的学霸的，到了美国现在能自己动手做这些事儿，非常令我敬佩。今天节目之前我们几个网友还在说这个事儿，非常敬佩这个黄女士。好了，我说完了，谢谢。啊，我也敬佩，我也敬佩啊！谢谢小平，老魏身边有慈平帮忙，很多事情那太好了，对呀、啊，嗯。现在啊，还有几个问题啊，这个，就刚才这个人呢，他没法举手，他想问这么说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就是我认为美国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的策略是错的，就是这个人想提这个问题，老魏你怎么看啊？嗯。那网上也有些人在议论啊，说中国人民都被共产党洗脑了。你看那个一说这投票，大家全都举手支持共产党。嗯，我觉得这是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老百姓自保的一个措施。你即使投票反对共产党，那共产党至少不会接受，严重一点还把你扔到监狱里去了。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它的党员就算有9000万党员吧，就算这9000万人都是很合格的虔诚的共产党员，你也才9000万，对不对？还不到中国人口的10%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中国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概念是必须得分开，而且一个你想美国共和党不能说我共和党我就代表了美国了，对不对？美国必须是能代表美国的都是美国人民通过选举选出来的官员，而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那些官员谈不上能代表中国。当然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就说我不知道啊，梅芳你发言。对，嗯，我对这个中美之间这个争夺呢，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一个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社会。美国是多年都是多种族，而且对这个 diversity 就是对这个多种族的文化是采取一种接纳和宽容的态度。那中国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其实说穿了，中国90%多都是汉族人。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之战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种族之战。因为他们实际上中国现在呢，他骄傲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原创，他本来就是照抄。这样就是中国人呢，他是有一种，特别是中国的男性，他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所以他要通过把美国这个踩在脚下来解决自己的一个自卑的问题。所以我个人不认为中美之战仅仅是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战争，它是一个种族之战。但是同时我在美国生活很多年嘛，所以我对这个民主，虽然我现在对民主很失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点中国和美国很不一样，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它是只能他自己做这个统治者。你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那样，我把市场封闭了，我把技术弄来了，我用一个举国体制搞一个产业里面的一个龙头企业，把你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企业都打败了，那中国他会想其他的国家都这么干吗？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举国体制对内对外是两套，根本他这个举国体制之内，比如说他对外的时候他把别的国家其他的种族都征服了，他是一种帝国主义。但是美国这个民主好歹我认为直到现在我还是 appreciate 的，就是说他对国内和对其他的国家是一样的，所以他有一套这种 consistent 的价值观。所以总的来说我现在还倾向于就支持这个民主。但是美国呢，就像魏先生说，是中国共产党员只有9000多万，但是剩下这10亿可都是汉族人了，就是说他们内心的这个渴望是一种种族歧视，就是说他想通过他这种竞争力来表现他比其他的种族更优越。所以在这个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懂这一点，他心里应该明白，他应该心里明白一点。我们当然我相信就是说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呢，他确实他的人权没有得到维护，但是这不是他们的追求，并不是他们的追求。这世界上想被矮化的人还是很多的嘛，对吧？那有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我就能有吃有喝，我过得挺舒服，那不也挺好的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心里应该懂这一点，就是说你在中美之争的时候，你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分开，你肯定要输。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民族自卑感，当然不只是中国男人了，其实中国女人也一样。因为这个自卑感呢，在中国可能是很长时间很有历史了，从上个世纪初开始逐渐演化，到共产党时代呢，这个民族自卑感呢得到了加强。中国人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如人家，人家什么都比我好。然后这个自卑感的另一面呢，就是很暴力，然后说我们要什么统治全世界，我们要打败全世界，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这种民族自卑感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心理的一种很反常的、很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影响到中国人、中国这个发展，包括这文化呀，包括这个经济啊、科技啊各个方面，政治体制的发展都会受到这个不良的影响。受到这种民族自卑感的不良的影响，所以自卑吧和自我矮化，这是共产党强加给大家的，就是你没有必要过这样的日子。但是他愿意如此啊，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没有什么人权，你都得听我的，你听我的，你才能过得好。那你说中国人能不自卑吗？老百姓对你说这也是这个意思啊，反正一直在受压迫，对外国人也自卑，对那些当官的呢也自卑。这样的其实你，所以你看中国为什么自杀率也非常高啊，因为社会问题都很严重，跟这些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不正常的一个方面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好，这个黄先生的举手啊，黄先生提问，那个这个要把这个话筒交给下一个，对，好，谢谢小平。嗯，首先我想对魏先生表示敬意。非常了不起，你坚持了一辈子，就是说谢谢。我是这一次我很高兴请了两代人去，一个是你79年这一代这个西单民族墙的勇士，那么第二个是89年王丹，那是我们这一代的代表，我是这一代的。好，我很高兴现在美国的主流政界能够有一只耳朵来听一听中国的这个坚决反共的人想什么。这20多年非常不正常，这个海外的华人是以这个亲共为荣，甚至我有一些名人的朋友在外都以名人我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糟糕，就是。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转折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共识，我想这个共识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也是美国民意的共识，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那么有一个蔡霞教授提出来。他是赞成这个的，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希望，他的希望是希望美国把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习近平黑帮，就是说他十几万追随者和广大的普通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开。我觉得我想问一下魏先生怎么看这个？我觉得这话，这个话很有道理。你说是蔡霞女士提出来的是吧？对，蔡霞在这个声援这个任自强的那封信里头提出来的观点啊，对，这是很有道理。一个是，首先是共产党内的很多的党员呢，他们也具有正常的思维，也知道现在习近平这种各方面的内外政策呢是不好的，对这个政策有不同的程度的批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相当多的党员只是为了在社会上混一个比较好的地位，能够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你不入党的话可能会吃亏，为了个人的生活便利入了党。那么这些党员呢，对共产党来说谈不上任何的忠诚，和咱们在西方理解的那个政党的党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个政党的党员在西方来说都是有相同的理念或者相似的理念，大家在一起来这个操作政治，这个是政党的正常现象。
而共产党这种情况呢，就是逼着人们为了在社会上生活的好一点，你也得加入我，然后我的队伍就变得很庞大了，很吓唬人。所以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两回事儿，就是那些所谓忠于这个习近平的一小撮，他们也已经可以说从思想上不是什么共产党员，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他们就围绕在习近平周围形成一个集团，来压迫和迫害大多数的老百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这个共产党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搞革命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政党，至少大家都有相同的理念。可是执政以后呢，很快就变质了，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理念，就是权力之争。我们结成一个集团，把这个权力拿到手了，我们就利用着权力得好处，然后把老婆孩子二奶都送到美国去，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蔡霞女士说应该把这个普通党员和这个习近平小集团分开，我觉得这还要扩大一些，和那些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获得权力来压迫剥削别人的这些党员也要分开，那些普通的党员呢跟他们也不是一样的人，应该区分好几种。嗯，差不多了吧。老傻，嗯，老傻问问题了，这是他的名字啊，我不是骂人啊，老傻是这么网友的名字。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不说了，那个导播我们不接受问题了啊，导你们也不举手了，时间已经晚了啊，这个魏金生先生已经坚持两个小时了，所以这是魏先生。魏先生，黄女士，小平，你们好，你好，嗯，我应该管你叫金生，我比你岁数大。哦，我可算是这么多年了，我可算听着你声了，你知道吗？我想你，我真的想你。我知道六四什么样，我在北京，我是老北京人。嗯啊，听出来啊，我就想这么冒着这个风险，我是在墙内不能举手，不能够举手的，不能够说话的。但是您来了，就像我想你了，挺美好啊。我也想你，我会把这段事儿给您弄下来。我会让我的孩子，让我们周边的人都知道，我们魏京生牛，我们魏京生苦着呢，熬到现在。老头儿给你敬个礼，给你鞠个躬。谢谢你理解，谢谢你理解。知道您，都知道您啊，老百姓都知道您，那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您的啊。您放心吧，咱有人在的啊。好嘞，您放心，我放心。鞠个躬，想您了，没别的啊。好嘞，哎，您在安安生身体棒棒的，你好，嗯，身体棒棒的，听着，实诚人，对呀，啊，就都行了，时不时露个脸，我跟你说句话，我心里舒服了，听没？好的，哎，好嘞，我把手放下啊，您忙您的，哎，好嘞。那个，这个我们聊天时有很多人向魏金生先生致敬，向黄女士致敬啊。这个啊，我也要感谢魏金生啊。这个今天抽这个时间和黄志平一起到我们这个《今夜很震惊》节目来跟大家交流啊，讲他的啊经历，讲他的故事啊，谈他对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批评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这两个小时啊，过得很快啊。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人在提问，我没办法把所有这些问题全部都交给魏金生，因为啊，我们不能一次搞完嘛，以后还留点悬念，以后魏金生可以再来跟大家再交流。嗯，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啊。今天呢，也有一些不仅有一些人跟魏金生问好，问黄先生那个黄志平问好，那么还有一些人跟我们这个啊打赏了一些钱啊，我们要表示感谢啊。这个 XYZ 啊 ，Zoe 啊。啊，一六啊 ，TT 啊，周腾优子啊，平师徒啊，谢立固啊，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名字。如果有疏忽的话啊，表示对不起。嗯，啊，不管你们啊是一块钱还是五块钱啊，都是觉得对我们的支持啊，对魏先生和黄先生的支持。嗯，这个感谢你们的节目的收看，感谢你们的提问，感谢你们的讨论啊，感谢你们的围观啊，都是所有的感谢。那么魏金生呢，可能看到你们这么多人来，他也很高兴啊，还遇到一些老朋友。那个最后那个，我把这个时间给一分钟时间和慈平，你们还有跟大家要说的吗？嗯，
就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虽然五毛经常说你们是一小撮，但是我知道其实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心呢、都和咱们是在一起的，这是我多年能坚持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你们大家都是我的后盾。刚刚那位墙内的朋友说话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事实上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我觉得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的，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大家都希望做的，大家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也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还要感谢，专门感谢慈平，他作为嘉宾我要感谢。另外就是说这个采访的这个今天这个这场节目呢，实际上也是我跟慈平两个人一起联系安排的，所以我还专门对慈平表示特别感谢啊。啊，谢谢小平，你每次总是这么客气。谢谢。这个好了，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此为止啊，祝大家晚安啊，如果在北京呢祝大家午安啊，这个反正大家啊和平健康。谢谢小平兄，谢谢大家。嗯，接下来的吧，下线吧。